活动现在开始。五台山是一座雄居华北屋脊的佛国高山，从迦叶摩腾传法布道到现在，将近2000年的岁月流转，成就了它世界佛教五大圣地和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的历史地位。如今，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五台山正以它更加卓越的风姿，步入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保护行列。首先，您将欣赏到的是由五台山普寿寺尼众佛学院的学员们为我们带来的歌曲《五台山歌》，请欣赏。
迦牟尼佛，从他创立佛教开始。